接下来的动作是扇通背。一、二、三、这个动作呢叫扇通背。首先看一下步伐，步伐呢是一个弓步，从虚步变弓步，开始是海底针的虚步，然后身体自然的直立起来，同时转腰，左腿往前迈出，脚跟着地，然后弓步转腰，适当的撇脚，是一个左弓步的动作。然后我们手的动作要配合，一提起来，左手心向外，右手心向里，一交叉，二转腰的同时，右手往外翻掌，往上架掌，三推出，左手呢是推，右手呢是架，坐腕在你的太阳穴的旁边，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高于你的太阳穴。整体的再看一下这个动作，肩要放松，右手放在太阳穴的侧面，左手在胸前拉开，腰转正一点，弓步到位。这个动作的意思呢是右手架住我的手臂，左手推出，所以这个动作不能做得太散。下面的动作是转身撇身锤，一左脚内扣，右手握拳往下，左手弧形往上提到额的前面，右拳在腹前，二右脚抬起往右前方跨出，同时弓步转腰，右臂轮拳往上，左手下按，三弓步推掌与胸前。这个动作呢叫转身撇身锤，这就是撇身锤。这个步法呢是从弓步开始，扣脚内扣，然后呢重心保持在左脚的同时，右脚往右后侧跨出，朝正方向，然后弓步。在做弓步时不要转腰了再弓，首先是弓步转腰撇脚，成为右弓步正前方。看清楚了没有？这个手的动作，右手呢变拳，右手变拳，直的下来，身体由斜的转正，但是手不要动，这个手不要跟着身体的转动，手也动了，身体转时手还是在这里，直的往下，一定要直，不要太往下。左手呢是弧形提到额的前上方，一二的时候要记住，一定要脚先出，然后是拳，脚腰手，千万不要弓步脚还没有弓，
就一起走，这就不对了，一定要脚、腰、拳，这样。注意，这个右手呢，轮臂上来，左手下压，轮臂完了以后，击拳了以后，左手往前推，有一个这样的弧度，右拳自然往回抽。放在胯旁，不要放在这里，也不要放在这里，放在胯旁。看清楚了，这个就是撇身锤推掌。我整体再来做一下，这个腿要松，但也不能太松，弓步要到位，手要自然。弓步到位，膝盖眼看正前方，稍微向前，要有这个感觉，不要这样，不要太直，要自然。下面的动作呢是颈部斑斓锤，我们已经学过了，但是这里呢有个接口动作要注意看清楚。首先坐腿转腰，左手翻掌，同时右拳悬至胸前。再看一下，坐腿，然后颈部扳，斜的方向，拦，正前方，锤，弓步。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学过了，刚才这个斑斓锤的接口动作一定要上下相随，坐腿，千万不要坐腿了再动手，或者是先动手了很漂亮再回来，也不需要这样的花招，也不需要这样的花招，很直接，坐腿转腰，然后扳、拦、锤。接下去的动作是上步揽雀尾，和以前基本一样。一，左脚尖外摆，同时左手打开，右手向下，左手捧，右手踩，上步右捧，捋，挤，按，这组动作后面和以前完全一样，也是接口不一样。以前左棚是这样的，现在的左棚呢，脚是在前面，两手一样，要注意动作的连贯。再仔细看一下，一、二、三、捋、挤、按。接下去是单边，还是重复的，一、扣脚，二、勾手翻掌，三、打开双臂，
弓步。接下来的动作是云手，首先看一下，左脚内扣，右手变掌，身体转向右侧，同时右手往左侧，提右脚，落脚。往左侧跨出，同时左手上，转腰，提右脚，脚掌落地，身体再慢慢转向右侧，右手上，左手下，然后再往左侧，再跨出左脚，脚掌落地，左手上，右手下，右云手，然后左云手，然后勾手翻掌，单边。这个动作呢，就是云手。这个云手的动作是横跨的步伐，叫侧行步，也叫开裆步，我们以前学过。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步伐。弓步，一，扣脚，然后呢右脚慢慢提起，落下，要注意脚尖要平要直，不能八字脚，也不能一前一后，一定要平，这个距离稍小于你的肩宽。然后往左侧迈步，以脚掌落地，然后慢慢移动重心到左脚，同时提右脚，落下。这样的步伐要重复四次。二，三，四，最后一个步伐就是弓步。这一共加起来，连带刚才的弓步、扣脚、并步以及迈出去的四步呢，加起来是五个云手的动作，一共是五个云手的动作。第一组和后面的四组在步伐上开头有些区别，要引起注意，它是直接单边扣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往外迈出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要配合腰，腰在这个动作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再看这个腰的配合，首先扣，并步，身体转向左侧，然后身体慢慢地转向右侧的同时，左脚提起，往左侧迈出，然后慢慢地转腰，重心左移，同时提右脚，等右脚落定了之后，慢慢踏实，同时转腰回来，就这样依此类推，左云手，右云手，最后单边弓步。像刚才的动作一共重复四次，千万不要左右摇晃，我们有些学员坐时不注意，身体左右摇晃，一定要垂直的转，不要左右摇晃。还有我们的手的动作，手的动作是以捧的动作和踩的动作组成，
左手捧，右手踩，然后转换，右手捧，左手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踩下去的时候不要夹尖，要注意力点在掌根，然后力点到了左侧，注意不要夹尖，还是有点弧形的，然后上棚，以右手为力点，注意不要横着扫，斜着过来下去，就是这样循环，上横踩，左手也是横上去，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横的就不行，横出去，然后下来，然后循环上来，接着这样做呢，整个动作整个幅度呢是180度，不要太平了，有些爱好者在练习时候就是太平，都在表面，手动脚动身不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定要在左脚跨出的同时身体转向左侧这个方向，然后提脚，落脚以后才转腰，就是这样循环，眼神要看出去，跟随着手的方向，但不要看着手，要看远方远视，更不要看着地下，这样就不对了，眼睛平视横扫。好，整体这个动作再练习一遍，从单边开始，首先第一组云手，右手下到左侧，左云手，右云手，第二组左云手，右云手，第三组左云手，右云手，第四组左云手，右云手，勾手，左脚迈出，弓步，打开双臂，把你的手给我，比如说你打我一拳，我捧，捧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踩，这个云手的动作就是捧踩，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意思，这个动作接下来就是踩的意思，力点在这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接下去是高探马，首先坐腿转腰，右手变掌，然后右手折叠的同时，左手慢慢的翻掌，抽掌，身体起来，这就是高探马。高探马这个动作呢，它是一个横切掌，我们以前学过的，它叫横切掌。首先看一下步伐，首先是弓步变虚步，要转腰胯，用右腿的力和腰把左腿抽带起来，不要拼命的拖地，也不要这样做，这样不对，脚跟微抬，
然后轻灵地回收。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右膝盖弯，左膝盖直，但是直里面有微曲。这个动作呢也不是蹲的，看，要起来。大家要注意，一定要站立起来。所谓高探马，就是要站立起来。有些爱好者看了书以后，对这个动作还不明确，觉得不能够站起来。他们做这个动作单边高探马是这样，他们认为呢不能够起伏，一上来就起伏。其实这是对我们这套拳的不理解，这不是起伏，这是动作的需要。好像我们下士一样，下士的动作必须下去，那高探马就必须高起来。有一种含胸拔背拔地而起的感觉，这个就运用了腰腿，把前面的腿拉起来。再看一遍这个小步，坐腿转腰，用腰的力把腿带起来。好，再看手的动作，从单边开始。首先呢，右手变掌，接下来折叠，不是侧的折叠，掌心向里，自然折叠转腰，从耳根边横切的同时，左手边落边转，边落边转，一前一后。要做到沉肩坠肘，不要这样横切，手掌是以平的为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横切，沉肩坠肘，高度和你的下巴一样高。左手呢，看清楚了，不是在身体的前面，而是在侧面。看，如果在前面的话，我把对手的手拉进来的同时，自己打自己，所以我必须要转腰，这样与横切掌相配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感觉，含胸拔背，这个手要往前，要有拔地而起的感觉。再整体的看一遍，接下来的动作是左右分脚。一，两手平抹于胸前，左脚往左斜方跨去，掩饰右斜方。二，两手往左捧，提膝分脚。一，脚跟落地，右手翻掌，右脚往右侧跨出，弓步，两手平抹于胸前，同时身体向右侧，两手往右捧出，同时提膝，打开双臂，分脚。这个动作呢是独立步，左右分脚的动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脚的动作，从高探马开始。一，首先往斜的方向跨出，脚跟落地，右脚要撇，身体面向左前方，要正方向，不要转过来，眼看右侧。二的时候呢，提膝分脚，往斜的方向分去，分脚，然后一，脚跟着地，斜的方向呈右斜弓步，头转向左侧，然后提起左脚，
左分角。这是一个步法，我们的要求呢，脚不要过膝，不用太高，膝呢要平。这样，大家仔细看，这个呢是分角，也是整套拳中唯一一组以脚尖、脚面为攻击的分角。分角和蹬脚的区别是，它是由下往上，这个脚也是这样。记住力点是在脚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手的动作，两手顺时针抹，要顺时针，手心相对，右手过左肘，左手过右肘，是这样一个平抹。身体要往左，但眼神和手要顾及右面，好像一个捋的动作，手心是向上的。接下来呢，是蓬出去，往左侧蓬去，然后再分脚，打开双臂。第二组动作，左分脚。一，首先右手翻掌，左手过右肘，右手过左肘，逆时针方向，眼视斜前方。二，两手往右侧蓬去，眼转过来了。三，分脚打开双臂。在做这个手和脚的配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眼、手、脚是一个方向，不要这样侧面错开，都是一个方向，是侧蹬，不是正身的蹬，是侧身蹬。这个动作用腰很多，所以呢一定要仔细的转腰，一定要做到左顾右盼。再看一遍，高探马，转身左蹬脚。首先，一、二、三，这是一个转身左蹬脚的动作。首先看一下这个动作的步伐，是一个独立步。首先收左小腿，然后以左脚为惯性，右脚跟往里扣，这个动作呢是以脚跟为轴往里扣，转大概180度的感觉。在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跳，这样就不对了，要顺，好像完了以后一转顺下来，从高的地方慢慢慢慢转到低的地方，从高到低，好像是个螺丝帽往下转，左脚起到了一定的惯性，起到了一定的惯性作用。所以
这个动作两个脚要同时配合。再看看手的动作，是由分手，然后旋转合拢，不是转完了再合拢，也不是先合拢再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一边转一边合一边沉。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动作，左手在外，因为是左蹬脚，所以左手在外。一、二、三，看这个脚，这就是左蹬脚。接下来的动作是左右搂笑步。再下面是颈部栽锤，一，左脚外摆，同时右手翻掌握掌往回抽，同时上左脚，左手回到腰部，弓步搂膝栽锤，这个锤是往下打，弓步掩饰前斜下方。颈部栽锤是新的，搂膝奥步我们已经学过了，就是这个接口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法。蹬脚的时候，脚收回，手呢到后边去，然后身体一下一沉一下，这就是练习我们的清灵。蹬完了之后，搂膝奥步，一定要做好，这是一个插掌的动作。栽锤呢，顾名思义是往下的，不要平的，也不要弯曲，要直的，稍曲。再看一下这个脚步的动作，外摆，然后转腰，上步，弓步，栽锤。这个动作身体稍微往前移，头不要太过，差不多和膝盖相齐，这就是栽锤的步伐。这个手的动作呢，做完搂膝以后，翻掌握拳抽，不要这样，没有这样的动作。现在有的人在做的时候，这就是多余的，没有用腰胯，我们一定要用腰胯，就直接抽，左手呢直接带到右边的腰部，搂膝往下栽锤。再来看一遍，搂膝往下栽锤，全是往下的，眼呢要顾及前斜方。我再来做一遍看一下，蹬脚，你这个动作眼睛看太下面了，要看远方，要塌腰弓步，
手做到位。这个动作呢是打膝盖。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打你的膝盖，不要太往下，而你的眼睛要顾及对方全身，不要抬头，也不要往下。你再来一遍，眼看前方，手稍微低一点。下面的动作是翻身铁身锤，首先左脚内扣，翻身转腰，左手上提，右手抽回于腹前，然后右脚往后侧跨出，弓步转腰撇身锤，然后抽拳推掌。这个动作和以前学过的一样，和撇身锤的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它是翻身撇身锤，因为它这个动作稍微有点俯，这个动作需要翻身，身体要正了以后转腰，特别要注意这里要正，很多人一上来这里就歪了，这样也歪了，一定要正。后面的动作和以前撇身锤是一样的，就是回抽，直接回抽至胸前。推掌，这个动作和以前的下半部分是一样的，接下来还是重复的。进步斑斓锤，首先坐腿转腰，进步扳45度斜方，注意沉肩坠肘，拦上步锤，弓步击拳。接下来是右蹬脚，和以前的一样都是蹬脚，这次是右脚，左脚外摆，两手臂自然打开，不要太大，然后一合提膝，右蹬脚。这个动作右蹬脚的时候，接口的地方左脚外摆，同时拳要变掌，不要开得太大，也不要抱得太低，就是在胸前，然后一合一抄蹬脚，注意眼手脚一条线，这是右蹬脚。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动作，左右打虎式，先看一遍。一、二，弓步转腰，右手盖拳，左手侧击拳。一、二，斜的方向，左手盖拳，右手侧击拳。这个是左右打虎式，这两个动作都是斜方向，从正的方向开始往左后侧，首先看我的步伐，蹬脚了以后并步并在旁边，千万不要并在这里，这就错了，要并在旁边，然后左脚朝左后侧跨出，脚跟落地，脚尖45度，然后撇脚。做完了以后呢，重心不变，扣脚，然后慢慢的提起右脚，身体暂时不要转过来，就是脚出去，然后弓步转腰撇脚，正斜方也是正斜方。手的动作呢，它是一个盖拳，
要注意盖拳，这个动作一定要看清楚，请你过来，你先击我一拳，我这个动作过来，它是一个盖拳，然后侧击，不是肚子上一拳，头上一拳，它首先是一个防守的动作，盖拳，然后这个是侧击进攻，打太阳穴。这个拳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拳形是斜的，不是平的。对，不是平的，也不能竖直。什么是盖拳呢？好像盖子盖上锅一样，也不要太大，不要太大，横的拦过来，盖向外，拳眼是斜向上的。左手呢，转腕，拳眼向下，注意不要翘肩，要沉肩坠肘。对了，先是盖，然后是侧击，好像是游泳的动作一样，但是呢，没有这个动作幅度这么来的大，它就是平的过来，侧击。下一个动作是回身右蹬脚，大家仔细看，首先左脚跟内收，右手左手同时变掌，然后回身提右膝，右蹬脚，这个动作呢叫回身右蹬脚，不是在右面吗？然后回去，身法要回去，注意这个脚掌为轴，脚跟内收，脚跟内收，仔细看我的腿，内收，两个手分开，然后一合，接下来双峰贯耳，一屈膝，二转，三脚跟落地，弓步，两个手握拳，弧形上击拳。这个动作呢，我们头一次练，两个拳同时击向一个方向。这个动作首先看我脚的步伐，首先屈膝，第二转，以脚掌转，转，然后脚跟着地，斜方弓步，到位了。这个手的动作从这里开始，回收，一转，一转就变成掌了，掌心向上，然后弧形下落的同时握拳，直线往上打，下面是个弧形，上面是直线，边转边击。我们很多很多的爱好者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弧形的，其实并不对，这个动作下面是弧形，上面是个直线斜上，好像一个圆锥形的动作，这样更有力。眼睛有的时候是误看了，因为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手臂是弯的，大家看手臂是弯的，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画了个弧，外观的感觉是弧形的，其实不然，下面是个圆，上面是直线。再看我练习一遍，
下面的动作是左蹬脚，和以前的一样，左脚稍微外摆，然后打开双臂，全变掌，两臂下沉以后抄至胸前，提膝往前方蹬脚。这个动作做的时候，这个弧形不能太大，一定不能太大，自然的打开，沉肩坠肘，然后抄至胸前，身体一起起来蹬脚，这个就是左蹬脚。下面的动作是转身右蹬脚，先看我练习一遍，从左蹬脚开始，首先屈膝，然后以右脚掌为轴转身，然后左脚尖落地，慢慢并步落下，同时两手自然下落，抄起至胸前，提右脚蹬腿，和以前右蹬脚同样的要求。这个动作转的时候是以脚掌为轴，左脚以为辅助转，转过来的时候左脚慢慢的落下，落下脚尖稍斜，你看我转过来，大家仔细看，脚尖落地稍斜一点，然后下沉蹬脚，这样这个腿部比较放松。这个手的动作呢，转过来不用合，再看一遍，一二转三，起身蹬脚。下面的动作是颈部搬篮锤，右手慢慢握拳，左腿下蹲，两手一合，搬篮锤，重复的，一如风似壁，二三十字手，这是第二段。后面的几个蹬脚的动作基本要求都一样，要记住，分脚是脚面，蹬脚是脚跟，都是提膝蹬出去。分脚呢是从下往上，蹬脚呢是从上往下，要这样做一定要注意。这个双峰贯耳的拳法是这样，下面是弧形，上面是一直线，后面的这个转呢需要多练习，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平衡轻灵。这个动作转完了之后呢，慢慢落下，然后再慢慢的提起，身体和手一定要配合好。好，第二段我们就练习到这里。下面呢，我开始教你练习杨氏太极拳的第三段。第三段呢，是整个套路的最后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下面有几个动作是重复的，首先你跟我练习一下，从十字手开始。左脚尖稍微翘一些，然后重心左移，抱虎归山，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学过了，
然后坐腿转腰捋挤按接下来的动作是斜单边一二三好这个动作叫斜单边跟以前的单边一样动作过程完全一样要求要领也一样为什么叫斜单边呢因为它是从斜的方向开始的以前我们做的单边都是从正方向开始但这一次的单边呢是从斜的方向开始从斜的开始到斜的结束所以叫斜单边但过程动作完全一样接下来的动作名字叫野马分鬃这是一个新的动作首先左脚内扣两手合于胸前迈右脚弓步右手裂掌左手踩这个动作呢连续五次一二左弓步三四五这个动作呢叫做野马分鬃野马分鬃的动作重复五次一共有五组动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首先你看一下我的脚步它是一个弓步我们从斜单边开始首先是扣脚内扣然后迈出右脚脚跟着地弓步然后右脚外摆同时转腰胯上步迈出左脚脚跟落地弓步第二组第三组左脚外摆同时转腰胯上步弓步第四组一二转腰胯上步弓步第五组左脚外摆上步转腰胯弓步做完了以后呢弓步要到位后面的脚呢要向后蹬不要笔直要微曲后脚尖45度前面的脚尖是正方向下面我们要讲手型从斜单边开始右手自然变掌然后呢两手相合于胸前交叉不是手心对手心而是手臂对手臂这是一个裂掌和一个踩掌左手是踩右手是裂这个动作和斜飞式有点相似但是和斜飞式又有不同因为斜飞式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斜的45度向上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从下到上从下到上从下面到上面这是和斜飞式动作的共同点它的不同点是这个野马分鬃它是直的从你的胯旁
一直笔直地上来，它是一个直线的斜坡。而斜飞式呢，以前我们做过的是斜角的斜坡，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斜的出去都是列掌，但各有各不同的用法。野马分鬃的用法呢，踩住对方的手臂手腕，然后列到他的腋下，转脚跟列，这样就行了。这个野马分鬃完整的一组动作呢，它是合上步往前列出了以后外摆，这是一组整体的动作。从野马分鬃开始，一二三，接下来呢是右棚，和以前的一样，提脚上步棚呈右弓步，然后是捋往左侧平带挤按，接下来还是重复的单边，一二三，接下来的动作是玉女穿梭。首先左脚内扣，右手变掌的同时，右手首先下落弧形上势，同时提右脚往右后侧斜方跨出，脚跟落地，同时左手画弧，身体往右转，然后提左脚，两手呢斜的手臂相对，左脚往斜方跨出，抽掌上撩推掌，二扣脚，右脚跟着地弓步边撩推掌，三两手交叉于胸前，左脚跨出斜的方向，四扣脚，两手交叉于胸前，右脚往后侧跨出斜的方向，这个动作呢叫玉女穿梭，它是四个斜方向的动作，它的步伐以弓步为主。首先看一下这个步伐，特别是从单边到这个动作的连贯连接部分，一扣脚，二提起右脚往后侧跨出弓步，然后上左脚往斜的方向跨出弓步撇脚，一定要记住弓步了以后随着要撇脚，然后扣脚，以脚跟为轴扣，要扣足，千万不要扣一点，那样就转不过来了，一定要重心不变内扣，然后呢提右脚，首先脚到位，然后弓步转腰胯撇脚，非常重要，然后再到这个斜方向提脚弓步撇脚，第四个还是和第二个一样，扣脚扣足了，然后提起右脚
往右后侧方跨出，脚跟先落地，身体还在这里，然后弓步转腰，撇脚，一步到位。这四个动作呢，最难的地方就是第二组和第四组。在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和脚的配合。扣脚扣完了，身体不要扣完了，随着这个右脚出去，这样很容易把重心偏离，摔倒。所以呢，太极拳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定。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握住这个中定，让脚先迈出去，重心还在左脚，等我们的脚落地以后稳固了，步子不需要太大，因为还要撇脚。所以呢，等我们落地稳了以后呢，跟步转腰撇脚，这几个动作要一气呵成，这样呢，这个动作就比较完整。还有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斜角还是那个斜角，要注意脚与脚之间有个距离，不能站在一条直线上。大家做正方向动作没问题，但是侧方向很多就是两个脚站在一条线上，位置怎么能纠正呢？可以看一下，从正方向自己检查这两个脚是否站在一条线上，如果不站在一条线上那就对了，如果这两个脚直的退回来在一条直线上那就不对了。这是一个步法和步行。接下来呢是手，手的动作也比较复杂。首先呢是右手变掌，然后自然下落，弧形上蓬，等右手要蓬起的时候呢，左手下去，跟着身体的转动到右侧，然后呢右手停了，左手往右手合拢，含胸拔背，手呢左手心微向下，不是完全的，侧的，右手背斜的，手背对手背是斜的。接着当左手往上揽的时候，左手翻掌，右手是抽掌，然后上揽推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到含胸拔背，沉肩坠肘。这是个抽掌，拉开然后推出去，要有一个节奏，同时一起拉开，左手往上往前，右手往腰胯胸前，然后同时上撩了以后，右掌坐腕要推出去，当右掌推出去的时候，左手稍微往后抽一点，这样呢有一个开，有一个同时的合。这个推掌应该在胸前，右手在右胸前，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左手在额的前上方，沉肩坠肘，右手在左手的前面，它是上撩，它是一个防守的动作，然后是一个攻击的动作，同样的右边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一个攻击的动作。当对方来击你的头部时候，你可以上撩，然后把他的劲引到后面的同时推掌。